你喝了一宿啊，不是你换个姿势也行啊。你告诉我这什么酒啊？这你喝不醉啊？这不含酒精。不是不是，你不能喝了，别！一宿了，大哥再喝糖尿病了。你可真行。我本来觉着吧，失恋了，留着胡子喝顿酒特酷。 现在看你这样，一点都不酷。我告诉你，咱俩从小就认识，你一直都是意气风发的样子，什么时候像现在这样过？你让一个女人折磨成这样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行就在一起，不行就拉倒。大男人就得坦荡一点。照片的事儿，你要是真是特别在意，你就直接去问他去，总比你在这自我折磨好吧？啊？ 我告诉你，沈侯，这次你别说我不站在你这边啊！你要还是现在这个样子，严小晨有一天要是不小心真的被谁抢走了，你可别后悔。你回来了，你没吃饭吧？我给你弄吃的去。 笑笑，对不起，我想通了。本来我是想等我有能力的时候，我才风风光光的娶你。可是比起未知的将来，我发现我更怕你提前被别人抢走。 傻瓜，也没人和你抢，不哭，哭了就不漂亮了。啊，笑笑，我们结婚吧。 行业建设风投追捧，据统计，上半年国内电子商务企业已经完成23笔融资交易，总融资规模达到3.3亿美元。请假了没？不会不记得下午要去干嘛吧？总融资金额达3.37亿美元，6月份共有9家企业宣布获得风投，总规模超过1亿美元，为电子商务行业融资史上最活跃的月份。 企业掀起自建物流风，物流体系已经成为现实电子商务发展的瓶颈。货不对版，难以验货后付款，已成为网络购物的致命伤。跟谁发消息呢？笑这么甜蜜啊！开会的时候就分神，小心我跟 Cindy 姐举报。举报别人之前，先检讨一下自己。这份报告写的一塌糊涂，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哦。 嗯，过来，沈总的文件你帮我给他吧。希望我出来的时候还能再见到你。哈哈哈！加油加油！老板。 你的资料，嗯，好，放到那儿。怎么，还有什么事儿？我下午想请个假。请假？干什么呀？我要跟沈侯去领证。
怎么了？不行吗？小沙，这件事情你能不能缓一缓？因为什么？有些事情我需要去确认。我结婚，你要确认？不是，你要确认什么呀？你这人怎么管闲事管得那么宽啊？反正我不管，你就算我旷工，扣工资就行。严有臣，你能不能就听我这一次？就这一次？不能。喂，好，那就周五下午。不行，不能来我们公司楼下。我把地址发给你。再见。你好。哎呀，我们现在该干什么呀？我也第一次来，你问我。哎，排队先。你好。是不是得拿这个表啊？表在哪儿呢？辛苦了，那边很近。表啊，不管，先那个，正。啊，这我的。好的，去那边照相啊。好，谢谢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这是他的。哎，好的。这是我的。照片拍了吗？什么照片？那先去那边婚检，然后去那边拍照，好吧？好了，谢谢啊。哎，来。谢谢。马上开始。婚检。我们自愿结为夫妻。从今以后，我愿意用坚实的肩膀负担起你一生的幸福。我愿意用一生的柔情构筑起你爱情的港湾。无论环境是好是坏，生活是富贵是贫贱，身体是健康是疾病，事业是成功是失败，我们都会相互支持，所有困难一起承担，所有快乐共同分享，相濡以沫，忠贞不二，不离不弃，白头偕老，直到永远。小小，今天是我们结婚的第一天。虽然这个蛋糕有点土，有点小，那你就将就一下。等我以后自己赚了大钱，我一定给你准备一个最难忘、最浪漫的婚礼。到时候把雨神、魏童，所有人都叫上。到时候我再定制一个10米高的大蛋糕。10米高得怎么切？你是让我站在你肩上往下咔的切吗？那好像也不够啊。笑笑，我们真的结婚了吗？对啊。那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叫你老婆啊？不行，我得练习一下。老婆。你别笑啊。我重新来，老婆，哎呀，老婆，我们结婚了。
现在是他的人了。我们结婚了。我们结婚了。我们在一起了。我们结婚了。喊什么喊啊？结了婚赶紧回家，别在这儿吵。结婚了喊不让喊。对。笑笑，我们真的结婚了，我们以后再也不会分开了。这辈子都不分开。老婆，老公。接下来我会对我国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了，对不起。好，没关系，坐吧，下不为例啊。接下来我会对各领域的投资项目做一下综合的评估。商业用房的供求矛盾现在是比较突出的。其实，在前几年经济过热的时候，商业用房还是比较畅销的。但是，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，这几年处于下降的趋势。但是，商业用房的住房面积又不断增加，就加剧了这种供求关系的矛盾。所以我建议，我们的项目重心应该从房地产行业转向于新兴的互联网金融行业。好，就这些。你还有要补充的吗？没有，挺好的。好，那就散会吧。哎，等一下，迟到了，把东西收一下。哎。放着，我来收。哎，潘达，程总下午什么安排啊？程总，我看一下哈。下午2点，爱因斯坦咖啡厅，深思集团董事长。哦，谢谢。我知道您一直都很关心我，我和沈侯之间就只是需要磨合，我们没有任何原则性的问题，所以我有我自己的想法，我也有我自己的解决方式。那要是有呢？有什么？原则性问题。我跟沈侯要去领证。这件事情你能不能缓一缓？有些事情我需要去确认。哎，问一百问。程总，我们到了。程总，哎，老李，半个小时之后来接我。好。